兄姐妹平安，我想我们每一天都很需要上帝的同在。以马内利的神，他应许他永远不离开我们。所以今天不论你在哪里，你要相信神就在你的身边，只要你开口祷告，他都听见，他随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今天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祝福。愿上帝与我们同在。以斯拉记第五章一到十七节。那时，先知哈该和以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于是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耶稣亚都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当时河西的总督达乃和士他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来问说，谁降旨让你们建造这殿修成这墙呢？我们便告诉他们，建造这殿的人叫什么名字。神的眼目看顾犹大的长老，以致总督等没有叫他们停工，直到这事奏告大利乌，得着他的回谕。河西的总督达乃和士他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就是住河西的亚法萨迦人，上本奏告大利乌王。本上写着说，愿大利乌王诸事平安。王该知道，我们往犹大省去，到了至大神的殿，这殿是用大石建造的，梁木插入墙内，工作甚速，他们手下横通。我们就问那些长老说，谁降旨让你们建造这殿修成这墙呢？又问他们的名字，要记录他们首领的名字奏告于王。他们回答说，我们是天地之神的仆人，重建前多年所建造的殿，就是以色列的一位大君王建造修成的。只因我们列祖惹天上的神发怒，神把他们交在加勒底人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的手中，他就拆毁这殿，又将百姓掳到巴比伦。然而巴比伦王古列元年，他降旨允准建造神的这殿。神殿中的金银器皿，就是尼布贾尼撒从耶路撒冷的殿中掠去带到巴比伦庙里的。古列王从巴比伦庙里取出来，交给派为省长的，名叫舍巴萨，对他说，可以将这些器皿带去，放在耶路撒冷的殿中，在原处建造神的殿。于是这舍巴萨来建立耶路撒冷神殿的根基，这殿从那时直到如今尚未造成。现在王若以为美，请查巴比伦王的府库，看古列王降旨允准在耶路撒冷建造神的殿没有，王的心意如何，请降旨晓谕我们。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一定要相信上帝总是会为我们兴起那些有意向有使命的一些属灵的领袖，成为我们生命很重要的一个遮盖跟带领。每一个人都需要有一个属灵的领袖或者一个属灵的遮盖，来帮助我们进入到神的计划和旨意的当中。就像今天的经文里面，以色列百姓虽然曾经因为仇敌的拦阻而停止了圣殿建造的工作，但是上帝并没有放弃这样的计划。上帝为以色列百姓兴起了像撒加利亚、哈该等先知，也兴起了像所罗巴伯、耶稣亚等领袖，来重新组织以色列百姓建造神的教会，建造圣殿的工作。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要在教会里面，为什么我们要找到一群属灵的同伴，为什么要有一个属灵的遮盖？我相信那有神极重要的美意。我们每一个人也可能成为别人属灵的遮盖，我们也可能是别人属灵的领袖，所以我们当然要在神的面前不断地寻求神给我们那从天而来的意向和使命。不要惧怕上帝的工作好像暂时的停顿下来。记得在这个
非洲有一个很重要的布道家，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一位牧师，叫做布永康。当他在非洲他去宣教的时候，他前面许多的岁月里面并没有看见上帝来使用他的生命，但是直到有一天上帝预备好了这一切的资源，他对布永康说，你要起来回应我的呼召，使非洲有更多的人能够得救。他跟上帝说，主啊，为什么是找我呢？上帝告诉他说，你不是我找的第一个人，你是第四个啊，你是第三个，因为前面第一个第二个都拒绝了。所以布永康就回应上帝的呼召说，那神啊，你不需要再去找第四个人，我就要回应你的呼召。当初以色列百姓在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的时候，神也呼召了那一群的领袖，带领以色列百姓最后完成了圣殿重建的工作。今天上帝也正在寻找一群合他心意的领袖，合他心意的子民，要来重建神国度的荣耀。所以你预备好你自己，成为一个跟随者，跟随上帝的意向跟呼召了吗？你也预备好自己成为一个带领者，让你自己能够因着领受神的意向跟呼召，去激励别人一起来建造神荣耀的教会了吗？盼望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我们都能够进入到神的意向跟呼召的当中。神总是能够兴起人，神总是能够预备器皿，就像他在历史上预备了摩西，拯救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他预备了大卫，建造了以色列荣耀的国度，他预备了保罗成为外邦的使徒，他预备了无数的器皿来成就神美好的计划。今天神预备了各样的领袖在我们的身旁，神也正在预备你成为下一个世代，成为更多基督徒的重要的一个帮助者。盼望我们能够存着谦卑的心，能够领受上帝的意向，能够跟随着神的脚步，能够一步一步的能够使神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得以成全。弟兄姐妹，在我们的每一天生活当中，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你就可以成为一个真理的出口？现今这个时代有很多的媒体的管道，不管是透过你的行动电话，透过你的电子邮件，透过各样的一些社交软体，你可以把很多属上帝的话语宣传出去。就像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发现一件事情，以色列百姓他们要重建耶和华的圣殿，但是也许有人去阻止他们，但是他们却不停止，愿意去把那一些合神心意的、属神的计划的，也就是他们曾经所能够去得着来重建圣殿的这些的应许，再一次的去传递，再一次的去宣告，再一次的去表达。他们想要去争取的不只是一个耶和华圣殿的重建而已，他们应该要去重建的是一个真理的恢复。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的基督徒，我们不要只是把我们自己的属灵活动停留在教会的当中，我们认为我们来领受上帝的恩膏，来领受上帝的祝福很好，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只是在教会里面敬拜神、查经、小组很好，我们更要起来找到各样的管道跟机会，把我们所能够得到的真理，把我们所听见的，把我们所知道的这一些合神心意的观念价值传播出去。现今有很多传福音的机会，有很多宣扬真理的机会，我们不要再告诉自己我没有办法传福音，只要你能够每一天把你所领受的，把你所经历的能够透过各样的管道分享出去，你就正是一个这时代重建上帝国度的宣教士了。盼望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能够有智慧的，在我们的公司也好，在我们的家中也好，在我们的朋友的圈子里面也好，总是能够不断地把合神心意的话语透过各样的管道分享给你周边的朋友。让我们今天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亲爱的耶稣基督，我们真盼望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一个多结果子的葡萄树。所以主啊，当我们连结于元首基督，当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栽种于基督的真葡萄树上的时候，就让我们也能够把这样子的一个
祝福恩典流露给更多需要的人。我相信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已经有各样的机会，主，你让我们可以透过现代社会的科技，能够透过我们交友的圈子，总是能够把真理、把基督的旨意分享得更加的完全。主，让我们不是停留在一个只是听的一个阶段，而是能够成为一个宣扬的阶段。主，就像当年的以色列百姓，他们不断地去传递一个重建圣殿的信息，至终这样的一个圣殿就可以被建造起来。我们今天也要不断地传扬一个神国度的救恩，相信就可以看到万国万民万邦万族得以进入到神的国度救恩当中。求你使用我们，使用我们的口，使用我们每一天能够去传扬的机会，来得着更多世上的灵魂。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Thank you.